咖啡的 KFD041 开箱与视频。咖啡的 KFD041 是一台便携式意式浓缩咖啡机。这是一个盖子，也可以当作一个杯子来使用。这是不锈钢粉网。这是一个80毫升的水箱，还有一个18V压力的 USB 电动水泵。这个18V压力电水泵可以由 12V 汽车电池电源来供电，并随附电源线。它也可以由便携式移动电源供电。或直接连接到 USB 充电器输出插座。现在，让我们向您展示如何使用这款咖啡豆便携式浓缩咖啡机冲泡优质的浓缩咖啡。是如此简单，容易使用。
现在您可以随时随地享用优质的意式浓缩咖啡了。